因为诚信民众啊，自己有喝酒，恐怕那个遭到那个刑事之处罚，所以他畏罪，立即逃逸啊。目击者提供相关的资料，然后本所于21时许，寻获到那个半显所弃置的刚刚所使用的肇事车辆，啊，并在沿相关的稽证啊，在本所不懈努力下，于23时许。那个找到诚信驾驶啊，啊，诚信驾驶，在我们找到之后，经我们的警巡及劝说之下，还有提供相关证据，让他百口莫辩，让他在警巡中坦承，他因为喝酒肇事，因恐致那个刑事处分，所以自行逃逸啊，立即逃逸，没有那个做相关的处置措施，然后本所经警巡之后，并对他实施酒测。陈贤的酒测值为0.74，然后已经超过我们的法定标准值，然后相关的我们将以肇逃及公共危险罪将他函请侦办。中天社会频道开张了，想观看丰富系列报道，请上 YouTube 搜寻中天社会频道，看到中天社会 logo 点进去就能开始观赏精彩影片，请先订阅并开启小铃铛，也别忘了帮我们按赞分享哦。如果您觉得还是太麻烦，赶快看这里旁边圆形的中天社会 logo 就是频道传送门，别怀疑，赶快点进去，首页就能看到五二小组系列影片，有会客室、老 Z 调查线、军香聊虾米、别阴阳、中不中心、白岛出任务、南部中心 BOSS 工作室，丰富内容千万别错过了，搜寻中天社会频道，欢迎您一起来加一。